敢跟我来吗？去哪儿？喂，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我记得你恐高是吧？嗯。你不是想跟我结婚吗？我总要看看你的诚意啊。 跳下去！这里是跳水馆，没什么事儿的。况且你还会游泳，还是说你想放弃了？如果我跳下去，你就会感受到我的诚意了吗？也许吧。你也可以选择不跳。 算了，别跳了，走吧。 感受到我的诚意了吗？赢了，我们结婚。